腿里不舒服啊，腿里不舒服，哦，我又看到剑了啊，又看到剑了啊，海上的剑了啊，对海上的剑啊，现在的做法就是一种情况，就地解决，就把核武者移走啊，以核武者的时候呢，从原来不一样的地方，现在做个墓葬啊。一旦有泄露的话就围在那个墓葬里边啊。另外一种复杂的，拆解的是比较麻烦复杂的，那就要把剑移走，移到会理上啊，拉到会理上，然后再处理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剑就失踪了啊，失踪了，基本上就这两种方法啊，一种是就地解决啊，一种是。把它移走，移到飞机上，然后就把它挪走以后再拆解啊，这个就是做的比较复杂，不太容易处理的那种，反正这个在一直在进展当中啊。另外一个就是离核电厂啊，因为核电厂要保留几个月的供电，所以把它功能不能破坏掉啊，移到废铁站还要要工作至少半年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哎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。